你这该死的乐正给我停下来。是稀稀拉拉的成何体统，滚，都给我滚。你给我站住。是，快找300个吹鱼的来，我要听大合奏。微臣遵命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大约发生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齐国。故事的主人公呢，就是他，南郭先生。先生嘛，总是一种尊称了。不过对他来说，您要说他没什么学问吧，那也未免小看他了。您瞧，他这一手就是学问呐。我的鸡斗胜了，我赢了啊！去你的！咦？聘请吹鱼的乐师300名，哦，待遇优厚。哎，可惜我不会吹鱼，不过嘿嘿，鄙人自有道理。邀请诸位进宫吹奏，乃尔等无上荣幸。怎么缺少一位？那怎么行啊？快派人去找，派人去找。哎，鄙人来也。大名，南国楚士。哦，先生果然身怀绝技。不过这次大王招请的只是乐师，而不是。鄙人吹得一手好鱼，愿为齐王吹奏。啊，先生还会吹鱼，太好了。你们听，我以为是谁走了调了，原来是这些调皮的家伙啊！去！这一关总算侥幸混过去了。可以后怎么办呢？
他从这颗豆里好像得到什么启发，你瞧他这副得意劲儿。啊？哦，不让鱼馆发声。南郭先生可真是有办法。堂堂齐国就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派。是是是。像那么回事儿似的，好像其他299位乐师谁都没他卖劲儿，仿佛那优美的乐曲声都是他吹出来的。可是谁会想到他是在那儿装腔作势呢？息怒，大王息怒。这是谁呀？谁在那儿喧闹？启奏大人，是南郭先生吹的怪音啊。大人，分明是他在怪叫。嗯，是他吹的怪音。小的启奏大王，适才演奏时，小的仰望大王，但见红光满面，福体安康，此乃我大齐万民之幸也。我是12万分的激动，顿时情不自禁从内心发出最高最最高亢之欢呼，以歌颂大王盖世之功。盖世之功，你说下去。去你的。这家伙不学无术，竟将小的内心欢呼污蔑为怪音，且高声怪叫惊动大王。他哪里是在攻击小的，他分明是在诋毁大王爷。说得好，吴王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奏乐，奏乐。这套嫁祸于人的手法和拍马奉承的本领还真起了作用呢。南郭先生还不谢过大王啊？这都是大王赏给你的。什么？是赏给我的？谢大王。南郭先生不但因祸得福，而且还加官进爵，他也飘飘然地做起青云直上的美梦来了。Ha ha ha ha!
就要飞黄腾达耶。正在南郭先生梦魂颠倒似醒非醒的时候，晴天一声霹雳，齐宣王死了。可是南郭先生并没有绝望，他正在那儿琢磨新主子齐闵王怎么样去投其所好呢。诗才演奏的三百人大合奏是先王最喜爱的保留节目。以小臣之见，三百人的规模与大王的威仪很不相称，应该是600。应该是3000。去，顾家不喜欢什么合奏，别说300，3个人也嫌多。孤家喜欢独奏。好，独奏就是好。先王最宠信南郭先生，小臣推荐南郭先生先来一曲。南郭先生呢？南郭先生？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乱七八糟的，简直是滥竽充数。
国使臣有要事求见。众乐师殿外休息。南郭先生最后一招就是逃之夭夭，至于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，这个倒不用为他担心，只要世界上还有欣赏他那一套的人，他总会找到立足之地的。